览会，茶禅一位，千人茶禅正式开始。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小小茶师入场。现在您将看到我们的小小茶师慢慢的从万人照相台进入了会场，要为大众泡下我们小小茶师踏着沉稳的步伐，端庄的仪态及散发出来的自信，您可以观察出小茶师们的茶禅课程。除了学习茶知识、泡茶礼仪、泡茶姿态以外，也融入了佛门的威仪训，展现出他们非凡的气质与禅定功夫。在小小茶师培训的过程当中，小朋友能从中学习到禅坐、泡茶礼仪、基础茶艺、认识茶具与茶类，也能在泡茶时候观察自己的情绪，提升孩子的专注力、感受力，在奉茶过程当中学习对事物保持恭敬的心。不管是底，不管是情，还有我们让人的心啊沉静下来的古琴，还有很庄严的梵音，还有呢我们很多位小小茶师，所以真的要感谢他们。那么茶呢，可以讲是文化，那么以现在来讲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，可以说每个人呢都很喜欢喝茶。佛教也常讲因缘呢，因缘呢无所不在。我们也可以从喝茶里面呢看到种种的因缘具足，才有我们眼前的一杯茶水。只有茶叶没有水也不行，没有只有水没有茶叶也不成了。有茶叶有水，还要有茶壶，还要有茶杯，还要呢有人替你泡茶或者自己泡茶。在家里面呢，当然啦，喝茶的人就是几位知心好友，但是今天的茶会呢，我想不一样，我们是1000个人一起来喝茶，所以我想呢，这个呢有别于一般的所谓家庭的或是朋友之间的这个茶聚，所以种种因缘要具足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泡茶的人还会讲究这个这个茶壶好不好，这个水质好不好。那么当然呢，种种具足之后呢，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，你有没有一颗很欢喜的心呢来喝茶。因为心呢也就是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用一颗欢喜的心来喝茶，其实呢不管哪一种茶，我觉得你都会觉得它很甘、很甜、很美，所以喝茶呢也是一门学问的。那么这种种学问呢，我们感谢种种因缘的具足，
所以今天呢，感谢大家的莅临，感谢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喝茶的朋友。每个人在世间呢，总是一段姻缘。佛教也讲，没有众生呢，也没有一切诸佛。所以大家呢，在姻缘里面呢，可以讲互动，也可以讲相互学习，相互观摩，相互成长。所以今天的这期茶会呢，我想可以说非常的殊胜哦。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哈，那么可以放下万缘，那么在大佛的面前来喝一杯茶，一杯呢跟禅相应的茶，所以大家呢平安吉祥哦，谢谢。再次感谢茶叶粥，柔中带刚，清香冷韵，滋味爽口甜美。现场您将看到每位小茶师都专注禅，无处不在，无所不住。唐代刘真亮的饮茶十德，以茶散欲起，以茶去睡起，以茶养生起，以茶去病起，以茶树理人，以茶表敬意，以茶尝滋味，以茶养身体，以茶可行道，以茶可雅致。透过中国茶的文化，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领会学习善良品德，负责任的态度必须要有落实于自身，并回归自我。现场您也可以看到小小茶师在一年当中的培训之后，孩子们变得更能静下心来，其处事做事也教育细心。也希望透过小小茶师课程，让孩子们把佛光山推动的三好，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存好心，人生的处事态度带回家，也渐渐感受到孩子们与亲子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了。透过茶能让自己更自在，您有听过这样的事吗？喝一杯茶说来简单，但要喝出茶的真滋味，就不能不认识茶禅。要进入茶禅也不简单，不只是要泡茶喝茶，茶禅是庄严的新美学。黑台，
尚打禅机之时，已开水见手杯落地，杯碎悟道，因而写下寄语：烫着手打碎杯，家破人亡与难开，真道花香处处嗅，山河大地是如来。茶禅始终结合，也包含了这个细细体味，无限庄严自在的美学。第一杯喝茶的清香，第二杯尝尝茶的韵味。